我是负责你这次设计的设计师，我叫宋杰修。宋先生啊，你好，我是沈慧卿。你好。不是，坐我旁边，这样接近比较好。沈小姐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宋杰修，好帅气的名字哦，跟本人一样帅。 沈小姐的个性应该是自由奔放、好物分明、喜欢交朋友，非常有主见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害怕寂寞的女人。你怎么知道我怕寂寞？你从哪里看得出来？该怕寂寞啊？穿着决定个性，个性决定房屋的设计。看沈小姐的穿着这么大气，一定是个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。所以我建议加大客厅的格局，在厨房加一个小吧台，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亲朋好友享受交流的时光。<笑>对对对，来，收纳设计师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第12个面谈的设计师，前面11位设计师呢都没你这眼光，超帅的。<笑>沈小姐。 如果你还需要货比三家的话，碍于商业机密，我必须离开。不是不是啦，寻寻觅觅这么久，等的就是你，我要定你了。什么时候签合约呢？你真的愿意把你家钥匙交给我？岂止家里的钥匙，我车子钥匙也交给你。1分59秒，熊哥又破纪录了。 不能不能，继续聊嘛，他选不了签。500盒炭笔限量特价，要是你今天没有抢到499盒以上的话，就不用进公司了。不好意思，沈小姐，修哥，公司有急事 call 我，我得先走一步。你有事要先走啊？是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别回来了。拜。我问你啊。 对于我这个爱交朋友的客户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交朋友啊？沈小姐，就算我愿意，但送你这个戒指，老公应该不会愿意吧？哎呀，这戒指不重要，你看我朋友送的嘛，我把它拿下来。哎呀！啊！ 谢，在搞什么鬼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警察，我帮你换根筋，我来找根筋。你在他哪里？叫你们进去出来！叫你们进去出来！不要，先生不要！我求求你不要叫进去出来！我求求你不要叫进去出来！我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拜托你不要叫进去出来！这好好好，6月2号房等你。没关系。 算了，我自己处理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明天会请 Tony 去吃点什么吗？吃什么？我要吃的豆腐都被你吃光了。就是现在走。谁要吃这个豆腐啊？都结婚了还那么饥渴。先生，请问可以点餐了吗？可是我不确定，我女朋友想要试探我猪肋排，还是野熊鲑鱼。你怎么回来？ 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要在Vegas会合吗？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？我千辛万苦跟同事调了班，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到女朋友的饭店check in，我还以为这样今天策划的惊喜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吻。同事都在看啦。拜托，这里谁不知道？ 对不起，我们这样子有妨碍到你们吗？不会不会，一点都不妨碍。吉祥用。
看嘛，小鹿，我绕了地球半圈，在驾驶舱里呢，坐了18个小时又49分钟，目的只是为了一个，就是得到你的爱。知道吗？明天我们爬不见，一起飞去 Vegas。是。这什么？这里是南拉斯维加斯1031号的小白教堂，是我这次最想带你去的地方。当年我爸妈呢，就是在这里结婚的，所以我希望在未来我能够跟我的另一半在这里完成终身大事。难道以翔是在暗示我，这次去菲克斯的时候准备要向我求婚？有可能吗？哎，你吃了吗？我叫厨房弄吃的给你。哦。啊？哦。不到了。嗯。哪里啊？右脚左脚？右脚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怎么弄的？摔到了？啊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弄好一点。一翔。嗯。你先起来了。干嘛？现在看我很不好意思。起来啦。我觉得呢，接下来你要习惯我的姿势，因为我在拉斯维加斯会再做一次，只不过现在还缺少一个道具。因为这个道具一旦定做了，还要修改的话，可能会很麻烦，所以你不准再上了，知道吗？我的小心肝，嗯，就算被你套一辈子也没关系。可是你得先戴上这个才行喽。哦，亲爱的老天爷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么浪漫的婚礼 ，I love you。